我们先把正事做了。正事？你不是在出差吗？怎么能来他们班呀？是在这附近吗？啊，你要是不方便回答就不用回答。现在可以说了，邹金刚请示任务，今天早上撤离。真的在这北上魔力？啊，再往里200公里。200公里？这么近，没事儿，就是你今天来的不凑巧，我今天一天的戏，晚上还有一场夜戏，不过明天白天我可以休息，我们就到这附近玩一玩，就当是公费沙漠旅游。晶晶，我晚上6点必须赶到机场，和同事们一起回上海，明天一早有会。这不也是在忙吗？等这戏拍完了，我要好好休息2个月。好啊，那个时候我应该也会空一点。真的？起码不用出差。你还没吃午饭吧？我让小周给我们拿2份午饭。不忙，我们先把正事做了。正事？什么正事啊？还有2场戏，我脸上的妆也不能花。我一个人就可以啊。啊？晶晶啊，哎，这是你女朋友？不是，是我请来的维修师傅。